给他随便。呆瓜，自然不知道你是谁，用我的宠，按下攻击按钮，宠物们就会攻击铁拉索伊。使用诺尔普斯的标示技能，降低这家伙的防。接着，使用巨型大脚技能，把那家伙踩扁。明白了。不过这些数字，这是告诉你技能。这个技能要第一个使用，这个技能要第二。只有制定正确的技能使用顺序，才能在战斗时保。按下攻击开始。使用拉比鲁义气恢复气力。好，来，按下攻击。